你知道吗？在一开始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何为英雄。不管是在万人之上，还是在通缉令上，不知道领袖责任的重，和要守护的梦，应该要拥抱传统还是反传统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爱，或找到对自己的爱。不知道如何面对生离死别的不幸和莫须有的罪名，也不知道失去世界的痛，颠覆世界的失控，或是联系世界的感动。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，所以才对故事如此着魔。